大家好，我是月夜，我们今天带来日落归，继续，日落归，对，我一直想，我每次都会念错，那这次终于念对了，继续吧。上次是玩第一集吗？那今天就带来第二集，各位稍等我一下，好，OK，刚才画面跑掉，不好意思，这稍微位移了一下，摸上去，你为什么脸一定要这个样子？感觉好像怪怪的哦，随便。来，上次是看到说有这个兔子，对不对？很像，跟他讲话应该就会有问题，所以就先调查，对。点，无征兆的涉猎的哇。瓦罐吗？对，应该没什么好处吧。呵呵，你可能就被刺怕了。有东西吗？好像有。不会出来了，算了。交易不动时钟，对手上了，那我势必就是要跟你讲话了。透啊，怎么办？真的会说话的兔子。哎呀，是人呢！太好了，求帮助。虽然感觉很奇怪，不过你说说看吧，不知道我能帮到什么。哈哈，果然和他说的一样，那就拜托喽 看到桌上是不同颜色的酒了吧？四瓶颜色不同的酒了吗？其中一瓶是没有毒，请你帮我选出来。娘喂嘞！其中一瓶没有毒，你是要我怎样啊？哎呀，不要再出来吓死我人类了！不要怪你，他绝对不会发生什么事。你不要一直吐槽，我只是想把他移开。啊！你要我怎么选？我不能说文献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看出它到底有没有毒？我没有测试剂，这根本就完全是运气的问题。我就推不动，我怎么挑出来这个有没有毒啊？快，我也知道要快啊！我要怎么挑啊？这难倒我。兔子，你稍等我一下哦。完蛋了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挑。我不能用干净的水吗？哎，这真不行哎！没有东西，好哟。门被锁上，位置要快啊。这里也是，我知道。先来这边看看，那什么东西？感觉不是什么友善的。不过他们好像似乎看不到哦，小心绕过去吧。好大的客厅，不，还是那种对称的那种，搞不懂有钱人的想法。地上掉了一张，上面似乎写着将镜子里所有的对称。好了，我知道又要对称法则，真麻烦不是，别跟我说每个玩 RPG 游戏都要这样子吧？我已经玩两款都是这样子。那边有东西，等一下我要先去捡。有东西不捡，对不起我自己。这是一块石头，零食。哦呦呦呦呦，好烫！
不能碰到他哎、欸。哦，他攻击力还蛮高的、欸，吓死我！这地板有裂痕呢、欸，裂痕算吗？裂痕应该不算吧？算的话，我玩个屁哦！小塔基，这里有小塔基吗？有哎、欸，能推吗？他们不是已经对称了吗？只差裂痕了，不是吗？应该是时钟吧，浮石座钟，应该是时，他说要对称，应该都已经对称了，他都摆好了，那我摆个毛哦。浮石，染成一烧，染上一层灰。OK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里还有路，不能就这样放弃自己，被封死了。装饰品，到底要不要用？哦，这边什么都没有。哦，我走了，拜。谢谢你们的大恩大德。哎，骷髅先生，哎呦，骷髅先生，我来找你了。我的血越来越低了，为什么？你不要再刷你的存在感了，我知道你的存在很重要。物品。现在先别吃好，等星星数再少一点，我再吃好。这里有来过了吧？我没记错，我好像来过，又好像没有。哎，没有来过，哎，来过，我是从这边来的，什么鬼？好了，兔子先生，我回来找你啊！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去。你都等我这么久。有毒是吗？好，反正都有毒，那我就选颜色比较深一点的。是，选好了吗？你确定？是，哪里感觉怪怪？不过感觉谢谢你，获得厨房钥匙，这也给你，加油喽！好奇怪的兔子先生啊，这是白手套。但是那位兔子先生碰到他要还给你，我就觉得4瓶酒精都没毒啊，打开了，而且他每次开都有那个叮的一声的声音，真是有趣。好潮湿的厨房啊，到处都是灰尘，感觉还有老鼠，你怕老鼠对不对？真的，哎，真的你讨厌老鼠哎、欸？等一下，真有老鼠的话，我讨厌老鼠啊。我在想什么？显然讲着等着我去叫，先集中精神去调查吧，说不定这里会有收获。话说回来，这样的厨房，做什么做饭心情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吧？那只是因为太久没有用，实际上它用的话就会很多。倒着看不清楚，纸张好像不想动手。你还要分倒着看跟正着看哦？哇哩嘞，你洗嘞？算了，发霉的大蒜，发霉的砧板，钥匙，剪，呀，破掉了，这里哪来的风啦？哦，这里不是密闭空间吗？想想其他办法再讲，不知道多少你们用过灶台，生锈的刀。我那边可以用手捞吗？捞到了，手卡住了。呀啊啊！失踪的人，噔噔。